好，谢谢。五祖拳是拳州地区的主要拳种，拳械功法俱全，自成一门，有内外兼修南少林拳之称。五祖拳的称谓包含太祖拳、达尊拳、罗汉拳、行者拳、白鹤拳五种拳术，它们拳风相似，都有其开手拳套三战。不过，它们也略有分别。 太祖拳出自于宋太祖赵匡胤，讲究近身结打，步步进前；而达尊拳是指禅宗达摩祖师以禅参拳运柔入刚；罗汉拳则是洞中有静，爆裂刚猛；行者拳就是指猴拳，长曲短收，纵跳轻灵；白鹤拳以鹤舞入拳，尤以寸劲见长。 五种拳法包容并蓄，聚于一门，威猛刚烈，极富阳刚之美。练习五组拳，学有所成者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硬功夫。千百年来，南少林武术在泉州民间渗透传播，民间逐渐养成了习武的传统。